首先带来我们啦啦风的这个舞曲的表演，我们掌声欢迎这三位可爱活泼又年轻的小女孩，好吗？谢谢。
辛苦你，谢谢谢谢，哇，非常精彩，健康活泼的我们啦啦风的这个舞蹈哈。那么我们今天呢，由欧尼奖，哇，这三位呢，我们的女子团体，感恩都来呢，互相精彩，互相活泼呢，互相健康的啊，这个舞蹈。那么今天呢，为着未来这个配合今天的这个主题，今天就是我们模范父亲还有孝心楷模的表扬活动，所以第二首歌曲，因为感恩都来哦，现在韩国最流行的。 非常好看的两首的这个啦啦舞啊，那么代表呢，今天非常的虽然。